这样往前冲啊！没人逮到你啊！ 量点就掉了，就是防守就是这么麻烦。好，掉了。我们寡不敌众，臣服于我的意志。治疗一下吧。刚刚你往前再送了，那两个奶买奶住了，他又开始往前送。 没人了，别挨打了，你打。不要远离维生立场。没了，快进入维生立场。没看，等下冲过来这边。完全康复了。没看，别送了，送光了 ，OK。 他不洗澡了，我要洗澡。事情不会这样结束。他们很远啊！我走出来就被。去玩小美就知道了。哎，追一波，卡车哦，打一个可以。我没看到小美在哪，我都没听。给他们一个痛快！痛快！痛快！ 姐妹不是你，就是我。我会抓掉。进入立场，在那里。拖回车，拖回车。哎，倒霉车掉了。没事，我到了。没看，没看。你开始，你开始。绕过去，绕过去哦。 小美这边，敌人在这里，可以抓，可以抓他。他们需要多来点硬币。别来抓，那个抓的不是你的工作。 不要远离维生立场！哎，干嘛？要听医生的话。
我怕他打不死，结果他已经直接死了。什么有那个七号的冰箱啊？你看那弹没用啊！哎，他在那边打，不稳定。我会讲话。我死光了。有，他怎么又有大了？好了，你这问题问我们了，问你吧，你血最多哎、欸。我们该怎么冲200滴而已。顶不住，顶不住。该打了吗？该打下午了。没有人了。再打下午。这个先处理，再送。他是半血，还送还送的。打不到。打到。啊，是是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进入立场，真的有救吗？在里面很安全。这样子啊，救命啊！我的卡车爆了。多谢你帮忙。你完全康复了。哪里不可以？血就秒掉了。正好吃什么的，我有两只，我是补。进驻场没有？干，我是补死啊，哪里？我被堵死在前面，这他们这一点伤都没有，漂亮！给他们一个痛快！妈撞二楼了，撞好墙上。哎，头上有人。快躲着枪到最后一刻！炸回可以。现在766啊！只好再来一次了。坚持到最后，都得把战果带回家。好歹啊，干谁呀、啊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谁？就是谁搞？我，也不是我。好帅！我说他怎么可能会是小美？像个那么废。那不要往回看一下。这闪天就会吃到那个冰啊！我不知道啊，他刚出门，你是刚出门对不对？我走出去就突然吃他。那、啊、你往后退啊！你为什么一定要吃？我不知道那边会有啊！我根本还没看到，我刚才离他超级远的，我都还没看到人。你的头要背对，你就不会射到头了。头要背对他头还是头哈、啊？头会不会变小？你要侧面才不会被射到。你要头反过来转过去。反正都要被冰住了。你那个被冰住，阿兵可以打到头哦，把你转哪边？转过去不好打、啊。哪有？那么近，瞎子都可以打得到。除非你说他是个白痴小美。我之前是有遇到一个大师的，他那个。我狙他那个半障，他故意往右转，然后我那个枪就会射歪，他的目就往他的那个视角直接往右，我看回放，然后视角往右，他模组就会缩回来。嗯，这么精细啊！对啊，他直接用那个躲我枪啊，反手一发把我爆头。看这个就解恶了，这样直接过
那你要不要打疫情？我问。打什么？疫情。为什么？就疫情啊。疫情。就一个打疫情游戏啊。对啊。疫情。对啊。贴底薪啊，这不能复制。你先说多少钱？嗯，已经过，他们买是买半价，现在已经过没有打折。那你没有在半价的时候送给我，那就是15。现在多少钱？现在要1000了吧？900而已，还好吧？没有，还会打折，还会打折啦。打疫情，玩 R6 的疫情啊 ，R6 打疫情啊。好啊，我宰啊。我好像闪掉。那就是你的问题啊。我可以再踩，今天踩不好。好了，这应该不会再输了。哎呦，全网哦！完了，完了吧？这个好了，自保一下。自保一下，你玩那个更惨嘞。那个我这次我会自保、啊，怎么更惨？这个阶段哪有强的刺客，都把自己来送头的。都是被我爆头的刺客。是假的。真的啊，我这个踹人可以把他踢飞，改过。我们都是这项任务的求道者。上天台一下。副作用就是万般痛苦。我正在占领目标。不死光了，来人！因果自有报应。我已经站好的位置了，你们可以随时叫我。我的秘密老位，千万不要乱来。点上了，就往后拉，往后拉，你就可以趁机偷搞。正来呀、啊！哎，他们还没过去，他们目前还没过一个门。放过来，放过来。哎，过了一只猪，过了一只猪而已。可以。OK， 我先前面打 OK。看你也被打死了，看我没打死他，我好嘞。你大嘞？开大吗？没大、啊。我只要射而已。我刚才没带走而已，带走就是。他们没有把你打死，你也怪、嗯。他们根本没看到我在哪里。我们偷踩点。哎、欸，怎么点被踩的啦？处理一下，这就要拿回来，踩没用。过去一只。不准！你必须承受。回来了。嗯、没冷静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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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求协助，并非示弱的语气。记得我，我也会记得你。散播混乱来寻求进入，犹如在火山口种树。说得真好。打一千 DA， 你打不了啥。我躲在后面啊，那我怎么出来？你可以，你出来不要立刻那个啊，你可以不用打到底啊，你可以出来一下再回去的，不会就骚扰就好了，没机会就不用这样了。那这场可能不需要我的，先晃晃。哎、欸，点赞点赞很多。没有，点点点点点，你要踩。哎、欸，这有点准的辅助。不要不要不要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干嘛？艾希来了。传送器正在成型。为何一脸愁容？荼毒骑来的秀战，士兵七六前来报道。该不该说？太怪，刮球了。要不要带走？没有办法，那个太痛了。那一半血一下斩杀。杀小老鼠，不要杀死，靠我腰！不是我撞，我撞到墙了。他又没开什么招，你就死了。是，我就撞到墙，我这散弹枪撞到墙。这滑鼠移太慢，这个转不到90度角。微不足道的挫折。先退下那个。去挡一下柱子！救我！干！哦哟！哦，铁拳自杀！哎，我撞到墙了！我准备出去。有鲍勃，给踩点。下一波应该是那个猪，应该会开大，他没大了，他都有开的，那快点开吧。送我。
坚决不要送头。没想讲完。我已经飞，我是被什么弄死了？我都已经飞回来了。被爆头啦！可以看看回放啊。哦，还有这么猛？一直被爆头，才弄十五块哦。害怕失败，就不敢爆头之类的。火鹰可以爆头吗？可以啊。火鹰近距离爆你头三发，那很痛啊，跟被炸还痛。可以挡门口。可以打门口，可以不要上房。这不怎么样？狗住，住他辅助不太少。我们说他们辅助还是我们辅助？他们啊，哎，我觉得蛮多的，不一样啥？我们一个战斗辅助，有牡丹天机啊，差不多啦。可是他补很多，只能靠大、啊。不然就是你们存活越高，和尚就补越多啊。那挂在那边呢，你要送头来，那个补不回来的。是是。你就像一个桌子的这边，然后放台电脑，然后一边看剧一边打电脑，然后划手机。好啦，打疫情的啦，要打疫情。我没安装。要打疫情吗？这个要不要玩那个滴血复仇？滴血复仇是鬼那个？不是不是，就是那个打僵尸的。放弃。我们捡二哎，要不要要猜猜一卡？我考虑一下。要考虑。鼻是那个，我去，放射性气流将鼻子鼻那个滴血复仇，啊，怎样？燃望的攻势，我不是听说不好玩，你玩什么？好玩的，好玩的，一定好玩。我亲手制作剑士，每制作一根都是一场沉思。他有放那个哨兵塔打一下。做好准备，我会找出来，我复原了。那个毛巾枪来射他们一下，在那边灌我。
算输全场。啊，没事。好嘞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我还不能放弃。直接往前推，直接往前推，不用怕他们没输出。两个辅助啊。十一个辅助。我们办到了。指引啊。我复原了。这就是真实的威力。这大刚开场。精准无误。选那个飞机啊！我几号？算了算了，那是什么旋律？我要对方会付出代价。他自己跳下去，蛮好的，这样他可以一个复活。我小美，飞机，那冰箱，是啊，给我这个，把小美挤去哪儿？不要不要，我要把死亡来个那个了，鲍勃了。
做光。那时候把它遮住。我的吧。哦，差一点。好，好，这个看起来不像靠赛吧？那是我打到的吧，不然怎么可以捡到头？我八头嘞、你那么轻，那么没拉弓的。我那个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拉下去爆头300D，拉一半爆头300D，拉到满爆头超过400D。半藏的金属就是不要拉满了、拉满那个太易伤了，而且拉满你们射速变慢。我刚射那些都没有拉满了，我记得。都拉快快满就放了，没有时间拉满。懂了没？德光粉，不是靠赛拉满那边射啊？我吗？对啊。还没。拉弓了 ，OK， 看你表演 ，OK， 希望你可以坚持到最后一个。通常是一定可以，这种狙击手是没问题的。通常拉一拉，发现靠背啊，在干嘛？就会换。通常都会继续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继续拉代表他妈你也比很厚。我退回一下就知道了。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，这是赞美吗？你自己判断喽。好哦，读写夸奖。先塞一发吧。西格玛，完蛋了！西格玛这边很强，半藏克星。我的是不受限制的啦。好 ，OK， 换角色了，看 S。你会发现你射不了人。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满空下去就是一只。欧阳死了。
被禁掉了。撤退。跟我一起行动。撤退。到我的位置来。感觉好多啊。过来集合吧。正在治疗你。接风两只，给我下来！不要撤一下，那他们复活点在旁边而已。可以压，这个很近，这个很好撤。对啊，这边要不要压？我说不要那个打那个转角。变谁？阿夫詹啊，你怎么搞错啊？这个白痴是不是？左换这个了，两个飞来飞去很无聊啊。确实，飞来飞去什么事？但是我是去坚持的，因为我在空中我射得到，这都很难射啊。爬墙射，爬墙射，很难爆头啊。你要跟他们平行会比较好射，从地面射射到靠塞。天犬那边摸着干嘛？那会射干嘛？那是那么痒。回头补一下说，躲是好好躲啊，你怎么还出来？你想要那个枪射是谁？射不死，太阴了。可以拉回来吧？我回去找你了，回去找你了。那受打不赢他吧？这边要那个要打那个炮塔。丢失全面进攻。OK， 到点了。怎么说？这个我看一下啊。变账。这个应该是那个。哪个？托比啊，哎，竟然被这种人拿嗨菜，怎么样？这嗨菜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感觉这样晒到了，刚刚是死我们三个。变账，可以啦，玩得不错啦，只是你突然换夺命主就输了、欸。觉得是谁问题？都没有问题吧？后面
后面没办法吃不到了。不是说，那回又不是罚、啊、他不会整天在天空飞。他在天空飞啊，他会跟着罚他飞啊。不是的、啊，那个室内他还飞不起来吧？你那个拉你拉你半杖拉满弓之后再爬墙，然后那弓还是满的，这是小技巧、啊。没有吗？对啊，我之前改过的、啊，很久之前有改。那不早说，这蛮猛的，这样子可以，这样就可以射到天空的人，你就爬上去射他就好了。如果你在地板射，已经射不到啦，地板射都要靠晒。如果你地板射射得到，那你就是鬼了。安安，怎么了？罗马竞技场，又是。今天我们好吃好。有狙是不是？太好了，有狙，太棒了！我上升一级，半杖吧。有狙，靠背，一身狙出。PS 一型，推进阵线。我上狙哦。出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。先压车。敌人为数众多，小心我们必须夺回机器人。哦，他回头狙耶，这么厉害？真的、啊？敌人在推进了，搞大了吧？提高你的伤害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启动屏障。真可悲。我们得阻止他们。是一个完胜半血。在后面，在车旁，拉走了吧？
还怕吗？还好。没有来日本。你们在那在楼梯上楼梯上是哦。没有人能逃出我的双眼。盾救不到，小心小心，大帐从后面开大。哎呦，这他家死了，他家死，他家死掉。我小心，必须把机器人抢回来。突然，小帐小帐很多。我的绝招快好了，好久没遇到对手了。要不他绝招不去开、啊，守我们家这边，你往前冲。好哟，就守换门守这个墙。我来帮你，你一定想约我。他卡进那楼梯，我这是太大字，我进不去。我们即将失去优势，继续推进。是呗，死神，他们换死，他们换死神了，死神一死，神死了，七个马没大了。能逃出我的双眼。西瓜一滴，好好活下去。我需要治疗。好可怕。帮我治疗。这桥，他躲下车，二十人是，对，毒死了，来个辅助起来抓我，哎，后面有死神了，救命！死神一滴，我们守桥，我守桥，我们有优势啊，一样可以守桥。哈哈，我要换角色。阻止敌方阵型。干不到。我来帮。艾希来了。真是的。一定是爱上我了。我是三只，要不要冲冲他们？等坦来啊，等坦来。
打了，先打他们没。即将领先。二楼，二楼。十。令人愉悦的快感。我们快超越对方了。顶住啊！来到我们，战线逐渐往前移动。希望我在你身边。利落的处决。最后全打不到，为什么？这不是很正常？不是，我们是一起的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中啊，我也中了，我一人一枪，我没有第二枪，那他移走都打不了，打不到，打不到最后一枪，他飞跳走我怎么打？你那个位置是可以打到他的，可以打到护我怎样？来，我再来，护啊！我们必须夺回机器人。手桥了，手桥了。哎，我的鲍勃死掉了。SWAT， 你只能开那一下死，没有的。OK， 来个五杀。手桥，手桥。过来帮我。还剩60秒。这边对对，飞雪在那边对。没有人是吗？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打车旁边好不好？那个艾希，那和尚啊，那房子。一点都不可靠，一枪就有冲动。老鼠，车房。去在哪里？延长赛，我有半血。跟紧机器人，我们就会赢。来我这里。好。没有人躲得过我的手。谁在说？我们必须阻止敌方队伍。英雄永不相识。我的射一次狙一下，这是狙一次都没杀死过我。他来找我啊，他这样是对的。他还在后面慢慢狙，我都直接把人推。他要狙死我，不然他们就输了。应该不杀，赶这杀我，他从这里射出来。赶我怎么被这个射死、啊？射自己枪。好啊，他不要不破队。他天蝎是眼包是不是？底下就有一只，我不点他怎样？我上面有两只。那个你打得死吗？你要打，先打会死的、啊。对，先打伤害能够折到最高的、啊，底下是最高啊。那是没有时间往下看的。坦克的视野要全面一点，不然很容易死掉。很容易哎，干、欸、我怎么死的？被爆头的。还好我有弯输出，不然中间我就输了。被那个狙弹，嗯，我刚有一枪打他在桥上，我把他射死，那枪超猛的，他跳起来就直接被我爆了。
他还不信邪，不换。他换，说不定换其他人，我们就灭了。Pude pasar legal, tuve que pasar.天王盖地虎，一朵老香菇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《全职猎人四百话》。上一话，亨利奇在被艾依家族驱逐之前，将嘴里的生蚝 GPS 抠了出来，放在艾依家族的角落。拿着 GPS 信号接收器的芬克斯与菲塔，只需要按照 GPS 显示的位置，即可找到艾依家族。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，在拥有五层的黑金号中的第三层。黑金号一层是王族，二层是土豪明星，三至五层层数越低就越破。在第三层的菲塔与芬克斯跟随信号的指引来到了商店街。目前他们距离 GPS。没有说，没事，你跟我大哥讲话。GPS 的位置有100米到200米左右，信号发射器就在菲塔与芬克斯的正上方或者正下方。接收器只有距离监测，没有上下高度监测，所以三层没有，那就只能在二层和四层了。芬克斯表示，先到下面，只要往四层稍微走一走，就知道我们是接近目标还是远离目标了。菲塔说着，芬克斯啊，你要是用圆的话，我们就能找得更轻松了。芬克斯表示，人这么多还让我用圆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不管是技术上还是战略上，我都没有优势啊，而且只要有人出声，我的圆就会被中断呐、啊。有动静我就用。不出来，移动中我也用不出来，顶多只能在仓库里找东西的时候用一用。而且来历不明的人这么多，我在这里用圆，不就相当于举着倾向我射击的牌子吗？这跟全裸在贫民窟散步差不多了，多危险呐、啊！看来芬克斯对圆的修炼还不是很 OK。此时圆更小，刀还让人家没收了的信长遇到了芬克斯与菲塔。信长说着：“你们怎么还在这里闲逛啊？”菲塔，欢迎来到暴雪乐园。哦，雪乐园。嗯，为啥如此奇怪？玩忍者早说嘛！我要辅助，就玩安娜来给你，给你奈米刀怎么样？我不太会忍者。没关系，还是给你啊。没关系啊，我换一只角色，你还是要给我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是攻击手啊。嘿嘿。这个好像没玩七六。还可以，因为他那个高台还不错。勉强接受了。不是你完全不想碰到的对手。我老家那里会猎狐狸。哦，我家乡的狐狸会打回去。巨蟹是我是觉得蛮强的，是为什么没战斗？哎，后面有，靠，然后摸一刀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还活着。拿十。我撞他。哎，干，怎么砍到我了？那不是砍到我。毛水滴。我拉回来三次打不死，都打不死。两只奶挺干的。哎，我打一枪了。我没看到，我一枪没办法把他打爆、欸，这我没喷到他，我就算了，就打了。剩两滴耶、欸，剩好剩两滴。刚刚右键把他点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直接冲到家里面来，给他死。
现在射到我去哪里？啊，去后面绕了。看我想找点，找不到点，打出去吧。有没有个盾盾可以出去的？真的剩不到人耶。弟弟，你不要在正面了，好不好？不错了。二十一句，打了死了。不要在正面了，不要跟他这样硬刚了啦。然后去卡里面转角啊，右必须右转，那边可以让你可以活下来。他们去抓你，他们没有盾，我们就这边就可以射了。继续打，别打了。先打，先打，先打。看这边巨杖。对。看一下右上角吧。不如玩个盾的，让我进去。那刚刚那个等一下，先让我们进去才可以打。看在外面一直晃晃。是啊，要进去啊，这样才可以打倒他们阵容啊。他们也没有盾啊。啊，可他们为什么会射影我们？他有那个门啊，他有高地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真想挂聪明。进去之后，你自己可以吸奶吸起来，他们压力会很大。这样这边才有破口，不然我们根本收不到。好吧，对吧？不过其实你可以换个盾的，你就可以在外面的，你就可以对射。你在外面一直给他们充电呢，你有没有盾？嗯。其实也可以换个星星的，反正都可以的，至少比猪好。不要换女王就好了。啊，我在玩忍者。我不会忍者，因为我滑鼠调太慢了，转不过去。那你也不能玩闪光的。对啊。那你手都不会玩的。没有，不能转，再转半圈，转一整圈的不行。转一整，这游戏很多人都要转一整圈啊，没有人。不需要转一整圈的，一整圈的是就是瞬间到后面，然后跑走那种。那拳王你也不能玩吗？拳王可以啊，拳王是要瞄准的、啊。拳王要瞬间转后面啊。
用？有啊，他的续合药。坦克我随便看都看得到人，我直接揍他一拳。在我的视线范围，我就能保护。呀！呀！哎、欸，那个，也是没招，也是没招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枪了，也是一枪死了，也是死了，可以。千雪，你没血，你要去哪？小伤而已，不会有事。对吧？嗯？不是来找我，我是高台。然后在这边，没事没招，没续着。不要，没格挡。我掩护你。救救我！呀，人奶不见了。后飞，往后飞。我来帮你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谁想跟我比划一下啊？好。我直接给他领上。前方敌人。昏昏欲睡吗？我掩护你。啊，成功进化啊！啊。继续。啊！看我手都快打到抽筋了，才打不到这个，真是。就是跟你讲说，瞬间斩后面斩不掉吧，他就瞬间在后面。这也是很难打，看。我没有，也是我就直接喷地板，然后飞起来，然后射。不行，就他有盾就没丢。你喷起来他有在射你啊？我比较好射他。感觉是每次剩一点一点血。这也是很废。对呀、啊，不行，帮我补血呀、啊！推车，推车，这谁啊？我怎么躲在后面、啊？那么好吃？什么都奶妈？十？救救救！家里。来屋里看看到了，你这样刮补、哦，你要找物资。安心，我这个。你要探出头来，我就别干。启动自爆程序。这里有人。刀哦，还刚才炸死一只谁啊？原来是尾刀。他是 AD 的。哎，下，开关。他在哪里啊？他在那个、哦，你带你刀。是我开大招。看我的！我爆波被炸死了。顶七六，顶七六，顶七六！我刚举他顶好几下了。我来照顾你。你大换你大。他举爆了。我在后面，我。啊，我总有一天要去斐济养老啊。他们人多势众。他妈的人真的很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打不赢他就赶快找辅助，不要打。我来救
接受绿狐的指引。不听了。我不会让你倒下。好玩的来了。然后救救我！我跟你一起补到了，继续战斗吧，一定会很痛。飞敌，提前抓他，普攻他，随便的，一下要死了。真的是要打哎，卡子靠腰，打他不行。Oh my god， 这个是戏耍的呀。走到，你怎么样了？嗯，他从这边上来，我跟你一起继续战斗吧。一开始，地雷，我是治疗你的，好吗？接受绿狐的指引。我操！孩子，你们躲起来的，朝下。没事啦，你看我被逼。哎，这边这边，哪里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哪里呀、啊？你讲家在哪里？靠边啊！哦，有天劫骗人哦，真的有。有了，飞离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这是哪？二楼啊，讲二楼就好了。哎，到此。啊！你妈问你在哪里？你说我在二楼。这样。我来照顾你。同学，你要躲到转角，你不要再硬硬吃了。我鲍勃杀两个。鲍勃，鲍勃轰烂嘞！我鲍勃。鲍勃杀太久了，好猛啊！杀太久了。这个黑蛋应该不会是我的。可以。我开枪，我回不来了。NG 加加，可以。然后这个大炮，我躲一下。二楼，哎，等等等等。看好那个目标。他死定了。我后面铠甲爆了，我后面铠甲后面爆了，他们的也爆，刚拿一个新武回来。小地方死了就赶快送送了，那个等那铠甲回来，太慢了。我赶快前面送头，赶快回家复活，都穿一个新的出来。救我！这个
真的很烦。我没飞过去啊，我靠塞！没大局没送，没送下去。没事，他们什么没了。事情还没结束。可以可以。延长赛。去。华博，快点上！我。我的 highlight 应该是没有，绝对不是你，你说不定是我那个老鼠，那老鼠什么都没干，我这个断大嘴就是拉的大啊，哎、欸，是啊，没错，我还七六，好，那是偶尔七六，哎，哦，被挤，哇，这来不及耶，来不及反应，还能顶得住，这就转角，这个如果那个壁垒够强，他可以预开啊。你看，知道老鼠在哪？他拉一定从上面，不然从左边。因为第一把要把老鼠打死，因为他最后看到老鼠了。这第一把没办法，第一把那时候已经报警了。休息，你救了他。OK， 休息，谢谢。拜拜。有人要跟我打。下下尿尿。佳佳，那个 ID 给我。ID 给我。ID 先给我啊，不然我加不了啊，我去厕所。二手棍搞，我二手棍加，厕所一下。
这个狙子我狙不死人，不好意思。不是你完全不想碰到的对手。我在后头目标，快来支援我。搞得非常好了，他选狙就是要打法啊，打法还是没下来啊。后来我发现艾希就过了，那个转角我的半杖的剑被吸掉，我应该可以早点换麦卡利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法拉好像不太会飞。又要加，好好，很多人。新疆卡尔，哎，有辅助。
我该走的路。既然他们想找苦头吃，那就给他们喽。世界陷入毁灭。别乱跑，乱跑的话我没办法治疗。好的。退休。
记得集火。这个段子段不错，你应该要更努力一点。正在治疗，全面进攻。Chinese stay easy。靠，他们对于有一个 Chinese 啊。我说他怎么一直打不进？哎，刚是第几？刚是连二，对，刚是直接输两次。
上面怎么输了？上面是被弹到什么东西输掉？你要加吗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就好啊。
哎、欸，打不忍者不要站一起好不好？两个叔叔可以分开站一下，不要抢高台，不然一个人抢就好。最好是这个忍者挂慈悲可以一打四啊！不要开玩笑了。第四有东西被弹到了。加五十，哎，五十还一百，忘记了，没电梯。我不会放任世界陷入毁灭。再出一次任务就退休。顺利的。嗨。Hello。Hey brother。H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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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other。别担心，交给我。Hey brother。Hey brother。啊。阿拉加拉加拉，给鬼子气息。
能帮上忙。不错，大家看看，没事。反而难打了。我是自愿战斗。别吵了，我会有事的。该睡觉喽。看来我当辅助完全不能做事哎。
哦，还是被炸了，要赢了。哦，这边有那忍者哎，太棒了！把他射下来。半张 ，OK OK， 太好了。还有看，这标我他妈的！哎，怎么死了？就碎了，只碎我。跟我一起跑
看到我换机，这一次我会射得更准，我会找出来。我叫卡西尼。对。卡西里被选走了，好，我们应该换了。